哇，那什么煮面了吗？啊，是吗？豆芽儿。哦，豆芽儿。哦哦哦，发现这戴的脑袋上戴的东西太多了，有点影响我的视线。 太爽了，居家整饭。哇，这个料好酸啊！这是我买那鱼吗？两包都用了吗？嗯，一包就这么多，酸菜。 这是火。 就是有好多人收藏了。哎，笑！这家伙煮时候太烂糊了，他下去了。<笑>他也下去。<笑>好家伙，去头去尾啊，真是。只留中段。嗯。 居然还做了小圆子，嗯，哦，就是昨天那个料。 对，你那个豆腐就是，嗯，对，是我买那个，我就给你拿勺子做当豆腐脑吃，挺好吃。这个部分夹起来最好吃了，我还是喜欢吃，嗯。 就稍微有一点腥味的部分，其实挺好吃的。原来我以为，我发现了，你现在吃的还真是挺全面的。<笑>牛肉、鱼肉，还都是要找那个，嗯，羊肉还是要好像山一点也能接受。羊肉还是吃的少，没吃羊肉。牛肉，嗯，这倒是。 为我们点赞。我想这不是你提到的出现吗？其实我们在成本控制上还有很大的空间。比如进水过效。是的，我就说是连皮儿吃的呢。还可以，想吃就吃，皮儿不吃就不吃。我这还有一条鱼来。 你别卖这手艺，真是。这个空心菜的话，这个不要那个叶儿是吗？我这叶儿是白料。干妈这是做啥的？拉皮儿。拉皮儿。要给你拌拉皮儿。这是什么鱼啊？还有鱼啊？这个鱼，对，知道你们爱吃鱼。我的个妈呀！先给他们吃。多少？啊？不说了，不用再吃叶儿什么的。不用。 整个，哎呦，烤肉，不能放酥油，今天开始先把这个肥肉煸成油了，啊，煸成肉渣，然后再加辣椒。绝了！我好久没有吃过这么复杂工序的菜了。<笑><笑>
这是我的菜，味儿出来了。啊？我觉得你这个好像都到不了去。你说那个肉在哪？啊？肉还没端上来呢。哦，还有一个菜呢。对呀、啊，那是蒸的。这啥日子口啊？给这么过年日的。过年都不吃三条鱼了。这要。嚯！哇，这是那个蒸的那个肉是吗？细细。哎呀，开心的。哎呀，这辣的，这不辣的。啊，先进不是先进扔辣的。这鱼杠杠的都是肉的。这个玩意儿哈，我得了一百。这玩意儿哈，你不用一百吧，你就小一百吧，这小一百吧。这个小不了一百吧？这小不了一百。这也就58、68那样标的价。来，那咱俩要不然撅一块？不用客气，哎呦，我这有点。你给我拿最大个儿。你来，这鱼根吃不了啊。这根吃了太多鱼了。这鱼一人两杯的吗？这个没。一人两杯没满吗？八两。是不是？味道不错吧？这个不错。不到八两。真的巨好吃，这个没有一两吗？也就二两的话到我这儿有呢，再走啊，二两到五杯，咱们俩一人到我吃晚饭。越吃越香，妈直接给你这个，不是您弄的有点小，不就是小就行，我就要那块，拿这个，拿这个，是你的啊，我的。你还拍呢？我记录一下。你不要吃那个窝头，不错呀，确实很好吃，是不是？嗯，不错。真假的？真的，就抹在那个馒头上。我跟你说，我越吃越香。这玩意儿啊，我又吃了什么玩意儿？我又不想吃。但是，哎呦，咱那什么？什么玩意儿？冻枣给你留下，冻枣都留下。啊，我们留上你吧。好。啊，这个外形跟我什么样？我是荣耀。是的，人我这样，我这后边也这样。哇，这画的也太快了，绝了，超级好吃，就是画的太快了，我这才拿出来有2分钟吗？都没有吧。现在是一个抱着麻薯然后吃着冰激凌的状态。刚才路过河马的时候，我觉得虽然要说一个人也能吃完，但是这个热量大家分享一下比较好。哇，真乖的！他们都说河马的麻薯比……妈，这边给你。不错，很有镜头感。谢谢。哎呦，烫！这行啊，这一把腿长。没加可乐，你们吃吃。啊？是没加可乐，这黄豆可乐。这叫扣肉。是人家给，但他不是杨明老送的。咱也不知道这蔬菜有多高原。青葵，这是人家这个赠给你的。啥赠给我的？哦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是。好吃。
是那种很硬的柚子。这小爱小爱是不是只有你爸喊他才管用？没有吧，您喊也管用吧？跟我也没连手机。我没连手机，可能有点。小爱同学，哎，能播放音乐吗？好啊，我们一起来听《End of the Night》。嗯，我喊他都管用。大家，谁管他的都管用吧？这两盘蛋糕，在这些香蕉和酸奶的围绕下，就显得一些香蕉酸奶特别的。没有吗？我搜烤鸡呢。有吧？我是说吃第三片。你才第三片，我好像第四片。啊？哪个是呢？这个带大米。哇，这什么馅儿的？嗯，猪肉粉条，粉条，洋葱，有洋葱吗？嗯，有。有洋葱，所以味道还有一点西式，你知道吗？我想把裁员率控制在5%以内，其他人转岗可行吗？我这也太左上了。嗯这哪儿挖掘这种好吃？